我养父是地主城北，你家逼头的呀！我想起来受气啊！各位老菩萨，各位神众，待起那木泽东，思想是真情。毛主席说是，人家在虽然是在我家在水晶棺里啊，在地下冰凉冰凉的，睡到那俘虏个身个穿的厚的厚着的，就是冻的就不行，冻的穿棉袄穿什么，我去俺冻的，干脆腿真就不冷。你说我走哪里去好呢？不是，就有的算了。